九级，像青海的镇有八到十级，时段的经济就是这样两点。好的，感谢无敌。大家好，我是毛铺品牌代言人。毛铺草本年份酒，每一滴浓草本精华之萃，每一杯品醇厚时间之味，草本浆真年份。用核桃送孩子，祝你学习六六六。用核桃送亲友，祝你工作六六六。用核桃送长辈，祝你身体六六六。祝你好运，用核桃六六大顺。中国酿。是杰出的酿酒，酿造一箱廉价贡酒，无人的饮品酒。北京时间17:30，中国之声新闻晚。先关注我的此刻最新消息。您今天主持《夜行者》，我与河南、日本达成停止限制中方国际相关事发言人对和评论。毛宁表示，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大选和私利，滥用管制，胁迫又拉一些国家组建遏制中国的小圈子，将经贸、科技问题政治化、武器化。国际经贸秩序，中方对此坚决对。毛宁指出，这种不利己求产供链稳定，国际上不乏担忧的声音。许多业界的人士都表示，滥用出口管制，混乱影响